不知道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你正在床上熟睡着，朦朦胧胧中你做了一个梦，突然之间不知怎的，你突然从梦中醒了过来，但这时你却发现，虽然你的双眼是睁开的，并且能够清晰地看到室内的景物，但你的四肢却动弹不得，同时你也无法发出任何声音。你挣扎着想要尽力摆脱这种状态，终于要么你成功地真正清醒了过来，要么你继续回到梦中。虽然这种现象已经被神经学界定义为睡眠瘫痪症，也即一种由轻度或重度神经功能失调导致的疾病，但民间却常常将这种现象解释为鬼压床。那么屏幕前的你是否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呢？而对于这种奇怪且有点诡异的现象，你的解释又是什么呢？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因为我是非常人类。今天我们要来看看五个看完后觉得谁长得都像鬼的恐怖灵异影片。现在请屏住你的呼吸，我们开始了。第五个，中国灵异探险家妍妍于2020年12月的某天深夜，独自来到了一片坟地内。中国东北地区冬日零下十几度的寒风，如一根根无情的钢钉一般刺进了妍妍的骨髓里。透着冰冷的寒风，妍妍觉得原本阴气弥漫的坟地变得更加阴森可怖了。而就在妍妍用摄像头小心翼翼地扫视四周的情况时，坟地内不知怎的冒起了缕缕青烟。哎，是个墓碑。我坟上冒青烟了。坟上冒烟了。几秒钟后，诡异的烟雾渐渐消散了，但幽静无人的坟营地内，究竟是谁制造了这一缕缕青烟呢？片刻后，让人无法解释的情况再度发生了。但你不知道这儿为什么没有坟，不知道这儿为什么没有坟。这儿都没有坟的。那什么东西啊？那啥呀？前方树林的深处出现了两对白色光点。但诡异的是，如果这些光点是由手电或者车灯发出的，那么它们又为何会矗立在那里一动不动呢？而就在妍妍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左侧的一对光点突然消失在了黑夜中。妍妍觉得这些诡异的光点连同刚刚的青烟，极可能预示着坟地内或许将有更为恐怖的景象正在等待着她。她的直觉似乎是对的。看别的地方肯定出来了，我都看一圈了吗？我也再看再找，因为看不见的是最危险的。前方的坟地中央缓缓地升起了一个人头状物体，这个物体疑似盘着长发，它的面色惨白且没有五官。终于，妍妍再也无法抑制内心中的慌乱，她拖着已然瘫软的腿离开了这里。随着时间的推进，妍妍渐渐感受到了一股溢于言表的无力感，最终她再也按捺不住内心中的压抑，她哭了出来。
我就是播个户外探险，今天晚上看天空不对劲儿，你们瞅天空，别的地方都亮亮堂堂的，唯独这个坟地这块却黑却黑的，完事还搁这里边看见各种各样的东西，你说我能不闹心吗？我就是播个户外探险，至于这么吓唬我吗？但妍妍的这一举动却没有得到前方不知名力量的丝毫同情，相反，新一轮的恐惧攻势再次朝妍妍袭来。他一直都在那儿呢，你看到了吗？被妍妍的手电照亮的区域内出现了一个模糊的黑色影子，这个黑影的中间部分似有一个光点，虽然距离较远，但依然能够依稀发现它的移动轨迹似乎并不像是人类。这次妍妍终于重拾起了些许的勇气，她冲到了黑影出现的位置，但却发现黑影早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与此同时，一个更为奇怪的物体出现在了他的视线中。我听见有哭声。我操，啥逼玩意儿啊？那啥呀？不远处的地面上似乎升起了一个类似探照灯的物体，这个物体的底部似乎有土地被挖掘开的痕迹，而就在妍妍再次做好了走过去一探究竟的准备时，这个物体又突然钻回了泥土里。而就在探险接近尾声时，树林的深处再次出现了一个神秘的黑影。放心，我会小心的，我会小心的。没动啊？怎的了？怎的了？对面树。最终，为了抓紧做好探险的收尾工作，节目开始时出现的人头再次以一种更为明确的姿态展现出了自己的样子。打火机烧了呢，烧毛线呀、啊！烧，这是坟地，我烧完以后，我还活不活了？烧完以后再把我炼里边喽，对不对？烧完以后再把我炼里边喽。这个人头状物似乎正在前方的坟地上死死地盯着妍妍，但在妍妍稍稍平复了一下恐惧的情绪并走上前去查看时，他看到了这个景象。我搁这里边踩半天了，没有啊啊，家人们，那么你觉得妍妍的恐怖经历究竟该如何被解释呢？你来决定。如果你曾经历过超自然事件，或者你觉得有哪些内容可以出现在我的节目中，欢迎将你的视频或链接附上描述，发送至以下邮箱，我们继续吧。第四个，印度尼西亚灵异探险家 Gibran Naliwu 于2017年11月的某天夜里，协同探险团队一同来到了一座位于雨林附近的废弃宅邸内。就在频道主独自一人持着手电在宅邸内的某个房间内探查时，他看到了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景象。你看到了吗？在频道主讲话的同时，左侧的窗户后面，一个白色的影子以极快的速度升起，随后又落下。与此同时，右侧的窗户后面出现了一张
可怕的疑似女人的脸。在频道主战战兢兢地观察窗户的位置时，这张脸也在面目狰狞地盯着他。在节目的最后，频道主放出了室外摄影机拍摄到的画面。可以发现，无论在室内还是在室外，摄影机均捕捉到了相当多的异动和异象，但仅仅基于拍摄到的画面，依旧无法判断这些诡异景象的真伪。我个人倾向于认为这段影像是完全真实的。那么你怎么认为呢？第三个，美国灵异探险频道 Hamilton's Haunted Explorations 的频道主 Hamilton 于2019年5月同他的朋友来到了一座名为 Cold Spring Cemetery 的墓地内。这座墓地位于美国纽约州的 Nelsonville 地区，而关于这座墓地，市面上流传着这样的一个传闻。20世纪50年代，曾有一个搭便车旅行的远足女孩在独自经过这片墓地时，被一名陌生男性发现并尾随，最终这名女孩惨遭强奸并被杀害，他的尸体随后被匆匆地掩埋在了这里。在这之后的几十年内，不断有人声称他们在经过这片墓地时看到过疑似那位逝去女孩的灵体形象。而在本期就在 Hamilton 同他的朋友一同在墓地内探查的过程中，他们看到了这个画面。你看到了吗？前方被手电照亮的墓碑的右侧突然闪现出了一个白色的影子，这个影子静静地矗立在墓碑的旁边，但由于距离较远加之视线较差， Hamilton 本人当时并没有发现这个白色影子。那么你觉得这个影子的出现是否和那个逝去的女孩的传闻有着些许的联系呢？你来判断。喜欢收看墓地探险节目的朋友，可以前去订阅 Hamilton's Haunted Explorations 频道。第二个，这支视频由墨西哥灵异探险家 Ricky Velasquez 拍摄于一座废弃医院内。本期视频以直播的方式实时地向观众传送内容，这将有效提升整个探险过程的真实性。就在频道主 Velasquez 端坐在某个角落，并将摄影机对准前方时，背景处传来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声音。一个类似女人的声音不知从哪里传了过来。随着时间的推进，室内的温度变得越来越低， Velasquez 的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此时此刻他有一个直觉，接下来无论发生任何怪事似乎都是合情合理的，
因为恐惧的阴霾早已经笼罩在了医院内的每个角落。Como si algo se acercara aquí adentro, como si...你看到了吗？环形玻璃的后面出现了一个惨白的手掌，这个手掌在玻璃上维持了大约一秒钟后便消失在了画面中。但当 Velasquez 紧张地喘着粗气走到了门后时，他却什么都没能发现。那么你觉得这个手掌究竟来自于谁呢？果真有灵体活跃在这座医院内，还是这只是一场恶作剧？你来决定。第一个，你现在看到的这支视频被拍摄于大约一年前，这支视频的拍摄者以及英国灵异追踪频道 Really Haunted 的频道主声称，他的家中在近几个月内频频出现超自然现象。为了真实的向大家展现他的恐怖遭遇，频道主使用夜视摄影机拍下了大量超自然力量活动的证据，而这支视频便是其中的一个较为有力的证明。难以解释的是，即使箱子和椅子这样的重量一般的物件可以通过绳子或钓鱼线等工具来实现镜头下的异动，但镜头右侧的这席上百公斤的沙发的突然移动又该被如何理解呢？第二段视频同样被拍摄于夜间，视频中频道主和他的妻子正在酣睡，床的正中央是其家中的宠物小狗，请注意接下来的异动以及这只小狗的反应。虽然夫妻二人在旁边睡得正香，但处在中间的小狗却似乎感受到了某种不知名力量的存在，它谨慎地观察着周边的情况。与此同时，画面左上方的挂件突然开始颤动了起来，接着一个黑影迅速地从画面中闪过，小狗似乎也察觉到了这个影子的行动轨迹，它将视线移至了画面进行处。几秒钟后，画外的一只椅子也被推入了画面中。频道主坚称，这支视频连同他频道内的所有视频均是完全真实的，并没有任何造假的成分。那么，对于频道主家中出现的诡异状况，你怎么认为呢？请留下你的答案。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看到更多的恐怖、灵异、超自然以及神秘视频，欢迎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的视频。因为我是非常人类，我们下次再见。